静心，就是把自己身上所犯的罪恶杀光光，消除人本身所有的原罪。人生不能重来，但随时都能重新开始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没有资格当兄弟。我有个办法，用偷的。你不是很会偷，不如现在我们来比赛偷钱，你觉得如何？我想要的东西啊，没有抢不到。一个骗子之所以厉害，应该是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练习骗吧。这是你帮你爹地重开孤儿院的希望。别让仇恨吞噬我们的心，不然他们就。你想杀的不是我，而是你心中的罪恶。